下，那第五届你们要得哦。你们总共剩多少？好。可以不来看红宝剑。能够减多少剩多少。还是没有是吧？冒名掉，还没冒招掉了，刚招掉一两，那个主意啊，这太轻了，画不开呀。我俩拉拉了千千的人，啊，也是直接的，那我别画后面的。所以讲咧，伫这个所在咧，咱袂当讲因为
咱无去主，哦，咱如果咱袂使着上，袂当着上，你敢会当怎啊无去做工作？哦，咱讲啊，你做工作能着上啊？因为咱我无去着上，是无爱搁互你伫即个断壁的内底，搁有一个断壁啦。无达到你自身的清净嘛，因为咱本来就是一个空性嘛，哦，都无善无恶，没有对待的，哦，啊，你啊，如果讲我今日有做到某一种好，啊，我去主做我这个功德，因为就是不得力，今日就去主做这个功德，所以人家讲话讲，咱得爱，哦，不主做就是讲无善无恶。无执着善善恶恶，啊！你无执着这个功德，并不是你得唔免做功德的，哦。啊，因为你做功德了后，为什么叫你卖去执着？是因为要让你达到你的清净呢？啊，你唔但是等真正本住清净嘛，吼、哦，自信本住清净，那一个功德下。啊！但是你不执着功德，像你的所做的有没有功德？有啊，只是无爱讲，互你伫你的心起一个善念跟恶念来，互你如如啊。你若如如，你所做的一切你都如如，你无讲嘛是有吧？而且呢，好啊，你若讲到讲，你若讲到讲啊，因为迄个啥嘞，咱无执着。你袂当讲我无去做啊！我先讲安尼，大家我当理会无？敢唔？哦，啊，所以讲哦，主要是因为本来就没有断灭啦，哦，本性本住清净嘛，啊，无爱让你因为你做，你再去着想，啊，因为嘛，无爱让你着想，嘛唔是，哦，无爱让你着想嘛，唔是讲叫你就唔免做。你讲了，哦，这是佛学大概一个体认啦，吼，就是讲，以咱佛堂来讲起，啊，当然咱伫道场不断的，为虾米，讲叫咱大家拢爱积功德的，你无积功德的，你如何成就？但是你积功德的，伊都叫咱来去主导，因为迄是一个空相，啊，够空相。内底嘛有啊，是不要让你起一点，让你清净而已啊。因为你要成就，你就是有功德嘛。哦，你袂当讲啊，迄功德是一个空相啊，迄嘛免做啦，就会当成就功德啊，嘛毋是安尼。哦，啊，所以讲个就讲，咱讲积功德德，哦，然后佫叫咱无悔而悟，就是要予咱哦，保住了比咱本来清净的自心嘛。哦，啊，袂你讲看卖咱个道场。咱成功表演的机会，诶，所在够有足多。哇，处处家家拢是成功表演啊！哦，啊，为虾米不断拢会讲？啊，大家一直爱做，有人做，一直爱做，一直爱学习。但是后壁佫家讲你唔足够，那个是一个空想。啊，你到底伫咧做啥？真爱敢听？哦，这是好势，大概一个。认啦吼，因为佛的三十二种庄严相是因为伊做功德来，哦，是因为伊做了才生出来，哦，啊，所以讲的就是因为，哦，就是因为咱需要爱安尼去做，哦，咱才会当去流露，但是你流露出来了后，你又不能去执着，安尼才能达到咱。路线伊个清净，哦，所以讲个即是点啊难度吼，啊，或者讲个唔太敢对，或者不太确定啦吼。咱各位浅浅哦，咱感觉看按照阿兰目前的主题哦，做一个这一点。好。哦，谢谢。啊，谢谢老师哈。当年的吼，我想以比丘会稍微小。因为佛的三十二相，它不是偶然，伊就是参照一张烟灰，一烟灰灰出来，
它孕育着樱花，它孕育着三十二相庄严之相，一年一经七次障碍。但是一年到时，一年咱现在一来一年一年一年，咱现在未上三十二相，咱未上。因为咱的这种的能量，基本的能量，咱也够去查，咱也够九十分。哦，咱有阵啊收到收到明天了，咱换有阵时嘛爱收三十分、四十分、五十分，安尼哩，我们一百分还不够，这个是咱的能量，能量，能量。哦，佛德不够，以前讲，哦，佛德啊，属性的，安尼讲就是不够。啊，我着营业堂咪讲，我咱对一百，一个算，哦，一个算到十。而且咱有些能量的解释，啊，咱的能量嘛，就讲男的多少年，但是你的修不进嘛，这个是废话。我代表修的人，容易往上的，对不对？不是我修到，因为你有修进，有点要修到修到尾哦，这个心态。咱想讲一句，大法师加速大，老和尚脾气大，这不行啊，因为一路修。你他我慢，我慢，一路修路慢慢，我直一路路修完过去，一年那么我不断的不断，但是一年这个修，一年修抓紧抓紧抓紧，但是一年那不得了，当修到一年，他的能量一直达到一百分，七以之上，好。但是因为他具备的这一种，他具备的这一种，他空有不能的道心，空有有这个妙理。但是咱每一个人，咱每一个人嘛是苦逼这个空有不能的道心。咱这个有，咱这个只有，还是妙理？你该分清楚。咱的修行的修主要是修妙，咱那个修妙有。能够能量到，因为妙有妙是贵的，妙是一直在累积能量嘛，那一直在累积能量嘛，咱生一下，咱五个月、三个月造成，你如果到九个月、十个月健康生一下，嗯，啊，那到个九个月、十个月都生不出来，为什么破病啊？暗病会死的对，当然呢，哦，其理。一年到时其理之章嘛，你叫它生出来嘛。所以你们更要下努力，这个得力的标志讲，你今天自信所具备的妙有，这个妙有就是讲如大地，你这里付出，你一直付出，把正能量一直造，你不计较不比较，难怪你没修，修到那呢？习惯性力量，大家能笑？大家能笑？口木，木头的木。好，习惯性，我跟你讲，那六个单节人，六个单节人拿到现在，我这个还能纠结地方，那还能单节人啊？那我拿错去，啊，你说那个没被短命抢了。老千，你来做一些这方面啊，做一些这人的哪个方面？啊，有一个人当掉，不是得奖嘛？这得奖咱知影吼，张道成，咱得奖不是得奖，他才是张文玉嘛吼，张道成，我们去公开一下拜访。啊，得奖是讲，伊应该要叫经理啊，比如讲，伊叫单间，单间，陈经理，陈经理，你修道多久？你得到这多久？道场，我修到很久，我得到很久，但是我很笨，得掉我笨还不够，要到呆，修得笨还不够，要到，但那修为呆的人，给你呆，这个妙理那啥会出来啦？如果在，人家你勉励啊，阿弥，人家你批评你啊，阿弥，人家你笑你啊，阿弥，人家你指点你啊，阿弥，你未生心，未动心，未修气，啊，这样，是无神经的咧，你若到生活无神经，上好。因为如如不动不动，
的能力的话，对人的信心。你看出来 ，P 和 PP 超，你看 A 和 A 是什么？啊，所以说用眼睛看，用眼睛看。他经典是你把那一部分东西，不是讲把一部分东西，怎么样呢？把好一部分东西加入，把用一点嘛。加分目标，你们听一听我这些所在的哈，希望跟各位聊天，心情也是那个好，谢谢各位，谢谢。哦